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欧阳凯婷。凯婷经历的座右铭是：没有不进步的人生，只有不进取的人生。把林书记带领着一群有心、肯定、会做、敢冲的年轻团队，超强的战斗力，再在印证了增援的魅力与新人的爆发力。感谢心灵辅助的成功 DNA 孕育了经典同居柱。接下来，我们邀请百林书记李陈伟良幼稚园年企业家，我们来直视前方，进行成功特质分析。百林书记的成功特质是。意愿、行动、相信、坚持以及利他，我们再次恭喜百林书经理晋升，也请百林书经理。陈书经理的成功特质是细心、倾听、分享、创新以及主动，再次恭喜陈书经理晋升，成功特质分析。